好，我看下这题哦。他说第一项是一，第 ln 加一项等于 n 分之 n 加乘上 ln，求 ln 怎么算？来，麻烦你后去把它关系先慢慢列出来。第一项是一，对不对？那第二项呢？第二项是代表 n 用几代？一代，变成一分之三的 ay，对吧？哈，那第三项呢？第三项代表 n 用几代？二代，变二分之四的 a2。第四项呢？第四项 n 用几代？三代，三分之五多少？a3，行不行？那同理第五项呢？第五项是几？n 用几代？四代，四分之六多少？a4，行不行？以此类推。那第 n 项呢？第 n 项是老师可以知道，可见第 n 项是这个 n 要改成 n 减一，所以变成 n 减一分之 n 加一乘上 a 的 n 减一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第 n 项时候嘛，这个 n 要改成 n 减一嘛，所以 n 减一分之 n 减一加自己 n 加一，对吧？乘上几 a 的 n 减一，行不行？之后麻烦你这时候强调相乘，你就把全部乘起来。全部乘起来之后，你看一下，a1、a2、a2、a2、a3、a3、a4、a4，一直消下去，所以数老师可以知道 a_n 等于几？一乘上一分之三，乘上二分之四，乘上三分之五，乘上四分之六，行不行？以此类推，乘上多少？啊，n 减一分之 n 加一。你观察一下，不约分啊？抱歉，我这边写三分之五嘛，哈，OK，可不约分？可以，可以约，可以约，但是好奇怪，约的时候这个三要隔一个三才约掉，四要隔一个分母四才约掉，可见五要隔一个分母才可以约掉，所以说这好像不能直接约，好像隔一个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很怕自己算错，所以说老师多建议你，多写几个行不行？这四分之六，下一个是几？五分之几？七，这样行不行？这一二三四嘛，这三四五六嘛，所以下一个是几？五分之几？七，以此类推，这是几？n 减一分之 n 加一，行不行？这是 n 减一分之 n 加一，前面一个是几？n 减二分之几？n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前面一个是 n 减二嘛，这前面一个是几？n 嘛，之后你观察一下哈。这个三隔一个三约掉，四隔一个四约掉，五隔一个五约掉，三嘛隔一个三，四隔一个四，五隔一个五，六隔一个多少？六，七隔一个多少？七，对吧？了解好这意思吧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所以说约掉的时候，你看一下，这 n 等于几？这边分母是一乘二是几？二，行不行？分子 a 分子剩下 n 乘上几 n 加一，是不是晓得？所以 n 等于几？二分之 n 乘上多少 n 加一，可不可以把这边看一下？OK。